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新界老街的小子送给了爸妈舍得红红而今天也见了上场爸妈给舍得动作这个我祝你爸妈中的一次长过的感觉忙不过的积极积极到这集新界老街小子给了爸妈舍得红妈红把这个爸妈舍得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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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红把这个爸妈舍得红天拉大江苏拉大边的到苏港的那边沙漠是那当文邦大漠是吧就当转心别人咋的说中等点光波将火烧用拉响咋落刚哥露出正义正直难道他是为正义动个真身死学你记得个了老王刚打这边中了马人们都等我的精神如做跟老我就打这样了这边样的这的人接着你摸你老李接着着正在马人们写着定个人也个见面正着大着东西大着三品大所用的绿洲接着头这张这张这你坚持老路们写着将我的用蓝的的我马拉巴扎那的我马拉巴扎那的我马拉巴扎那的我马拉巴扎路住不变那瓦杰的索罗鸟杰钱婆做的那你没想送你摩龙钱婆那家巴克拉达那三度什么都东巴提起加拉上杂罗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我们这几天啊每一天上课之前啊都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现在啊应该是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啊那么菩提心呢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停课的时候我们要发心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停课为什么要学佛啊然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我们要成佛啊因为我们成了佛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否则的话这个利益众生啊所谓的利益众生还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啊今天停课学习修心打坐啊这样子发菩提心
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啊，那么今天的课呢，就是讲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实修的方法。菩提心的实修的方法，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啊，很多种，有广的，有略的啊，也就是说有简单的，也有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啊，这些都有。还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的修法呢，也有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慈悲心的修法。比如说这个修慈悲心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喜欢稍微修比较广一点的，那么慈悲喜施啊，四个都有不同的修法，每一个都有它的这个思维的方法啊，观想的方法都有的啊。如果修稍微广一点，那就是修慈悲喜施，四个都要去修。如果修稍微比较简单一点，那就不修慈悲喜施，就修这个慈和悲啊，这两个当中呢，基本上都包含了其他的内容。如果还要略一点啊，喜欢很简单的修法，那么这样子的话，慈悲喜施当中啊，其他都不修，只修一个啊，一个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佛经啊也讲过了，佛经里面也讲过，像啊成佛的人不学很多的法，只学一个法啊，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啊，就是大悲心。那么这个大悲心的修法和菩提心的修法是分开的啊，分开修，先修大悲心，然后再去修这个慈悲心啊，或者是我们先修慈悲喜施啊，这四个有不同的修法。修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再把它这个慈悲喜施上升到菩提心的这个程度这样子去修。那么这一生当中呢，我们不成佛没有关系的啊。然后虽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讲即生成佛啊，但是呢，这个真正能够即生成佛的，就是不是很多，就像弥勒日巴大师等等啊，少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可以即生成佛，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即生成佛。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能不能证悟啊菩萨的第一谛啊？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这个如果能够证悟菩萨的第一谛，那这个境界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啊。如果不证悟第一谛也没关系，但是只有两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完成啊，不能不做，不能没有啊。如果没有了，如果没有做到，如果不成功，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学佛啊，等于基本上等于就是白学，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么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菩提心啊，处理心呢，我们就是这个作为菩提心的基础，不需要单独的说，单独的讲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菩提心。菩提心呢，有两种菩提心，一个叫做圣意菩提心，一个叫做世俗的菩提心啊，世俗的菩提心。那么世俗的菩提心就是我们要去修，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就是世俗的菩提心，世俗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要大家要争取啊，争取。我们刚才讲过，不成佛没关系的啊。没有获得菩萨的第一谛啊，没有证的第一谛也没有关系的啊。如果没有证悟阿罗汉，没有证的阿罗汉也没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关系啊。
就是两个事情是不能不做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最起码的要求。学佛啊，我们学佛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学大乘佛教的人来说啊，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两个啊。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世俗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必须要完成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啊，在无家心里面啊，无家心里面呢，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还要完成啊，念这个十万遍啊，这个发菩提心的依归。但是这个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啊，数量我们是要完成，我们是要完成，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要这个发菩提心啊。从我们的内心当中要发出菩提心啊，不是要念十万遍啊，数量这个十万遍的数量，佛经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我们要去完成。但是呢，如果啊我们完成了20万、50万啊这么多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仪轨，但是如果菩提心还没有，那么我们还是不叫。啊，还是不叫这个菩萨。嗯，还有比如说啊，汉传佛教收解的时候啊，就是收善叹达解啊，善叹达解里面就有这个菩提心啊，又不是这个菩萨戒。那这个菩萨戒呢，是必须要有菩提心的基础啊，才能够获得菩萨戒。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啊，我们修菩萨戒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啊菩萨戒。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处理心啊，如果没有这个处理心，我们去受比丘戒啊，受比丘尼戒，受沙弥戒，受居士戒啊，那么这些戒，这些戒律啊。属不属于佛教的戒定慧当中的戒呢？根本就不属于佛教的戒律啊。为什么？如果把这种戒律，比如说我们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啊，这样子的，我们的这样子的决心啊，怎么样把它变成佛教的这个戒律呢？啊，第一个就是要有皈依啊，第二个啊。最关键的啊，戒定慧，佛教的戒定慧当中的戒是禅定的基础，智慧的基础，是让我们能够获得解脱的一个这样子的戒啊，不是一般的戒。那这个戒怎么能够变成啊不杀不盗这样子的戒？外道也有的，外道也有啊。那么这个戒怎么样变成佛教的戒律？怎么样变成这个在家真正的标准的我们的这个出家戒和在家戒呢？啊，那必须要有出离心的基础啊。这个是这个一切有部啊，一切有部的这个戒律啊，律宗里面呢啊讲的特别的清楚的。如果不管是比丘戒，在这个比丘尼戒，如果他没有出离心的基础，那就根本就不是佛教的出家的戒律啊，这样子得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出家戒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去受菩萨戒，那根本就得不到菩萨戒啊，得不到菩萨戒。但是善叹达解如果没有菩提心去收，有没有意义呢？还是有一点意义啊。是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虽然这个解不是这个菩萨解，但是呢就播下了一个菩萨解的种子啊，播下了一个种子而已，还没有这个菩萨解。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意义的啊，但是这个有意义是有啊，有功德的意思，但是它的本质是不是菩萨戒呢？
不是菩萨戒啊，菩萨戒必须要有菩提心的基础，所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修菩提心呢，去修菩萨戒根本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想受菩萨戒，那么先啊，不要着急去修菩萨戒，先去修菩提心。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受菩萨戒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获得非常标准的这个啊，非常标准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个菩萨戒，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这叫做道次第啊，这叫做道次第，佛教修道的次第啊。我们不懂道次第，怎么去做？先做的后做，后做的先去做，这样子啊，那就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佛修心啊，都变成了一个心识啊，心识没有内在的东西，这是一个心识化。所以所以这个修道的次第是相当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先修出离心，再去修啊出家戒或者是居士戒，然后进一步的去修菩提心啊，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啊，这个自己有菩提心的时候呢，再去修菩萨戒，然后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啊，然后再去修这个密乘戒啊。那么密乘戒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其实我们观定观这么多，每个人都观这么多定啊，观定其实就是修密乘戒啊，就是修密乘戒。如果我们观了定啊，然后不懂得去护持啊这个持密乘戒，那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危险的啊。所以这个观定呢啊，不能随便观的，如果观了，那必须要去学密乘戒啊，不要犯密乘戒，这个罪过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啊，这样子这个去守啊密乘戒之前，要去学这个密乘的戒律。如果觉得可以，自己能做得到，那就去守观定啊。然后观定啊，我们前几天也提到过，比如说我们今天观定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对观定守观定的理解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啊，就只要人在现场啊，大家都觉得我观了定了啊，得到了这个观定。但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观定，如果能够要获得这个观定的话，那就是需要很多的条件啊，很多条件。那这些条件呢一部分是这个观定的上师他要具备这些条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受观定的人呢，我们自己也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两方面的这个条件呢都具备了，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观定啊。所以以后啊，我们观定的话啊，我就建议大家先啊学一下怎么样观定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怎么学呢？啊，就慧灯之光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文章就叫做如何接受观定啊，至少把这个要读完啊，这个至少这个学完，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基本上知道啊怎么样去这个观定啊，怎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观定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得不到观定啊，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学一下啊，除非是不打算观定啊，否则必须要去学。学了以后呢，然后懂了啊怎么样去受观定，知道了，然后我们也有出离心，也有菩提心，都有了，然后也有啊，也知道怎么样去观定，也了解啊，这个时候去观定，那就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啊标准的观定，很标准的观定。这时候呢，我们真正的有了啊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啊、密乘戒三戒圆满啊，这叫做三戒圆满啊，这样子。所以这一切都离不开
菩提心啊，都离不开菩提心。所以我们啊，大家给自己啊设定一个目标啊，设定一个目标，目标就是两个目标啊。第一个，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无论如何都要发起菩提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啊。最好还是要给自己啊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一个比如说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度，2年、3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我一定要发起菩提心，对吧？过去我们的学佛都是这样子，比如说2年之内啊，我要念多少多少啊，我要念多少多少佛经，要念多少多少的这个啊佛的名号或者是心咒，我要修多少多少的这个依归啊，都是这样子啊，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不对啊，这个很好的，但是呢，他们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要发菩提心去证悟，所以我们最好啊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话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个修心上啊稍微也有一点点压力啊，稍微有一点压力是对的啊，不能压力不能太大了，本来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然后工作的压力太多，修心也变成了压力，那么本来是修心就是缓解压力这样子的，但是修心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压力，那就很多人就修没办法修了，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压力，就定一个时间啊，比如说2年之内、3年之内，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2020啊，或者是2018啊，这个之前我一定要啊修这个修出菩提心啊，这样子的啊，就是给自己就定一个时间啊，然后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证无啊，证无空心，证无空心，证无空心有很多的层次啊。彻底的证无就是佛啊，包括八地菩萨、十地菩萨都有还没有证无的一部分。真正的彻彻底底的证无就是佛，但是我们现在啊不需要要求，不需要这么高啊。然后起慈啊，就是菩萨的第一谛啊，这个像已经相当相当高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目标，也就是对我们来说啊，就也有一点高啊，有点过高啊，这个我们应该把它作为第二次的这个目标。第一次设定这么高的目标，这个可能是有点太高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再下来的啊这个证悟，那这个证悟叫什么呢？叫做初步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初步的证悟呢，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禅宗里面讲的啊，过去的这些禅师啊，非常非常多的禅师都证悟了啊，那么他们的证悟，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有可能成佛呀，有可能菩萨的一滴呀，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禅师通过禅宗啊证悟的这些这个境界，大部分都叫做初步的啊，初步的开悟。然后尼玛派的，比如说大圆满呐，还有藏传佛教的大寿印呐、十轮金刚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些法里面呢，也在讲证悟空性啊，他们的目标都是证悟空性啊。告诉大家，这个比如说密法啊，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证悟空性。如果密法的这个它一旦达不到这个证悟空行的这种境界的话，那么他的很多的七脉明点的修法啊，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只能把人的心平静下来而已啊。他如果
没有证悟的话，就它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密法的这个，比如说修气脉明颠，还有很多的观相，这所有的都围绕在这个证悟空心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就在围绕在这个周围，所有的目标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证悟空心，那就是它的真正的意义啊失去了。所以啊，密法的这个目标，它的目标也是证悟空心，也是。那么大部分的，比如说证悟大圆满呢，啊，证悟大手印，噶举牌的大手印，或者是证悟十轮金刚，大部分的啊，就极个别的可能有很高的境界啊，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证悟都叫做初步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都叫做初步的证悟，那么这个初步的证悟，证悟的时候呢，啊，对我们的烦恼啊，就不是很大的这个改变啊，不会有太大的，所以要去修，证悟了以后要修。如果证悟了啊不修，这样子的话，那它不但是不能啊不能消灭我们的烦恼，而且这个证悟空心的这种境界，它自己啊都会慢慢的会消失啊，会消失掉。所以不可考的啊，初步的证悟是证悟，但是呢，因为它不稳固啊，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个基础的这些，这个最基础的这些，比如说出离心、菩提心，还有忏悔啊、积累资粮啊，必须要有他们的帮助啊，有他们的帮助才能够证悟了以后就不会再啊消失，能够稳得住啊。然后就不断是不消除啊，不，这个不消失，而且它能够逐渐的可以成长啊，这个智慧可以成长增长，这样子的。所以我想啊，我们应该设定两个目标，我们的学佛是要需要有目标的，需要有目标的啊，就像一个啊，就像一个这个车子，公交车啊，它有终点站啊，但是它还没有到终点站之前，也中间还有很多站啊，每一个站都是它的一个暂时的目标，但是它的最终极的目标呢，就是只有一个啊。同样的，我们学佛，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成佛，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在这个地方啊，有很多临时的啊，这个目标，有很多这样子的暂时的目标。当我们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我们啊很兴奋的啊，很兴奋的对修心很感兴趣的啊，然后当我们第二个目标完成的时候呢，更加的有信心啊，更加的有信心，然后就觉得啊很有希望，然后就很有自信啊，对修心相当的感兴趣。否则的话啊，我们学佛虽然是成佛是最终极的目标，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佛。目前我们的学佛啊，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的进步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学佛啊，就慢慢的就对学佛啊失去信心啊，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所以什么时候成佛，也就是很难说。这个什么时候成佛，比如说宪宗里面啊，讲的特别特别的可怕，非常的恐怖的啊。怎么讲呢？比如说一个人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啊，最快的速度就是需要三个无数的大劫。无数啊，无数是什么概念呢？五十九个零啊，五十九个零啊，前面加一个乙啊，六十位数了啊，六十位数啊，这个就叫做一个无数。其实不是无数的意思呢，不是没有办法数，还是可以数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数字很庞大，所以就叫做无数啊，无数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很庞大的这个数字。然后呢，无数的大劫，大劫就更可怕了啊，
搭结是什么呢？以疙瘩结啊，结其实结这个不是中啊，不是这个中文呐、啊，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啊。早起的时候呢，在汉传佛教的这些书本里面呢，它翻译成这个结钵。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念结啊，也许以前是不念结的啊。意思梵文里面叫做甘钵啊，甘钵是一个大结等于是80个这个小结啊。那么这个宇宙。诞生啊，然后呢存在毁灭，最后就是变成了虚空啊，这四个叫做佛教里面叫做乘住坏空啊，整个乘住坏空的时间加起来啊，才叫做一个劫一个劫啊。那么我们的地球现在啊，就到现在都已经有了40多亿年的啊，这么长的时间，往后还有更多的啊，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成长到毁灭都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还有这个前面呢，它的毁灭了以后的这些时间都没有算啊。所以，那么这么这个一个大劫是一个这么庞大的数字，然后呢，50个数字又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3个50个大劫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之后才能够成佛，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呢、啊。这是仙宗里面讲的是最快的速度也是这样子啊，最快也这样子才能够成佛啊。那这样子，我们佛经的理解啊，佛经的理解，如果它的字面上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实际上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讲3个50个大劫呢？啊，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贪要消灭，嗔要消灭，痴要消灭，这一个啊一个毒啊，贪嗔痴三毒消灭，就叫做3个50个大劫啊，3个50大劫，其实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啊。从仙宗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一个人成佛是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啊。考试为什么有这么考验呢？我们一开始一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如果慈悲心啊不强，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比如说我要度一切众生，我要成佛，什么时候成佛呢？这是需要3个50个大劫才能够成佛，修行要修到这么长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没有一个很强大的慈悲心的话，那就很多人就觉得那就算了，这个时间太长了，没办法，我还是修阿罗汉，我还是自己成为阿罗汉好了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有强大的慈悲心的话，那么他就能够下决心啊，不管要多长时间，我一定要成佛，我就是要去度众生啊，不管要花多长时间啊，我都愿意啊。他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慈悲心，为了考验我们啊。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呢，有这样子解释啊，还有大目诸师的这个论典里面，正好就有这个解释了。大目诸师的论点啊，大目诸师的论点，我想很多学汉传佛教的人也不是普遍的去看的，这个一定要看的，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论，虽然是字不多，但是呢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那这大目诸师就讲啊，其实不需要3个50个大劫，其实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为了考验，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贪嗔痴解决了，就成佛了啊。那贪嗔痴什么时候解决呢？有可能有些人就很快的啊，有可能有些人就稍微比较晚，就这样子啊。那么贪嗔痴用什么东西来去这个消灭？真无空心啊，唯一的就是真无空心。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啊，都有这个机会啊，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啊。都有这个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去珍惜的话，那就是
就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所以希望大家给自己啊设定一个学佛的目标。我们啊在死之前啊，我必须要证悟，我必须要发起菩提心啊。我走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别墅带不走，我的这个高级轿车也带不走啊。然后呢，几百万、几十万的名牌的包包也没办法带走啊。然后呢，表也没有办法带走。但是呢，我就带两个东西回去啊，两个东西。只要我能够带两个东西，我就满足了。其他的东西呢，我还没有走之前我可以用。走的时候呢，啊。我也不想带，也想带也带不了啊。那么两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菩提心啊，我要把菩提心带回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然后我要把这个啊这个证悟空心的指挥带回去，其实就是两个字，指北啊，指挥和北心，我把这两个东西带回去啊。那么其他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呢，带也带不走，带不走也没关系啊，我就带这两个，我就满足了啊，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啊目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舍离断起的目标啊，学佛的人呢、啊，修行的人必须要设定断起的目标啊，如果没有这些断起的目标，只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成佛，那么什么时候成佛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仙宗的佛经，这个藏传汉传都是一样的，一个版一个佛，这个一样的意思，所有仙宗都这么讲，不管是藏传的仙宗、汉传仙宗都这样，都这么讲。如果这个仙宗里面讲的这样子，那这个终极的目标什么时候，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啊设定暂时的这个啊目标，暂时的目标，第一个完成，第二个完成，我们很有自信啊，对修行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啊方法。这样子去修的话，我们一定会有啊这个进步。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啊，是什么呢？这个上等的啊修行人。每天都有收获的啊，每一天都有收获。中等的修行人，他每一个月都有收获，他每一天的收获谈不上，但是呢，他每一个月都有收获的啊。这个月比上一个月好啊，下个月比这个月好，他每一个月都有收获啊。再下等，再下等，最差的修行人，他也就每一年都有收获。今年啊，一定比去年好啊，他有收获，这一点是完全是真实的啊。但是呢，我们啊根本不去修啊，就是天天都是烧香拜佛，求佛保佑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懂得修慈悲心，修证悟空，那这样子呢，我们十年也没有收获啊。不但是没有每天没有收获，每个月没有，每年没有，十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收获。十年之前跟之后啊，对比一下，比较一下，就没有什么收获，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设定啊暂时的目标，往这个目标奋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啊设定一个目标是应该是菩提心，然后这个达到了以后呢。这个目标达到以后，第二个目标啊，应该是这个证悟空心啊，要求不高，就是初步的证悟，初步的证悟啊，要求不高。但是初步的证悟，如果证悟了啊，那么我们稍微的投入去修的话啊，让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些很多的焦虑、忧郁等等的这些烦恼啊，是很容易解决的，非常容易解决。比如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非常啊，对我们自己来说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打击，精神上的打击啊，这个折磨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修心啊，那么很容易解决了啊，很容易解决，也
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解决掉啊，所以然后再去修啊，再去修了以后呢，那就我们的比较严重的这些烦恼也就能够啊解决啊，这样子我们走的时候真的是有把握，虽然还没有这个啊成佛，但是离成佛啊不远啊不远。比如说啊，比如说佛经里面呢、啊，尤其是密法里面有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有人去钓鱼啊，钓鱼，那么水里面的鱼，他把这个鱼钩啊吞下去的时候，正好在这个时候呢，鱼它还没有啊离开水，它还没有离开水啊，它还没有被啊这个拉上去，但是呢，它跟啊，跟这个离开水面是和这个现在它虽然还没有离开水面啊，离开水，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等于就是已经离开水。为什么呢？它可能是几秒钟之后就要离开水啊。同样的密法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啊，这个证悟的人，凡是证悟的人啊，有这个初步的这个证悟的人呢，啊，他目前他虽然还没有离开啊这个轮回，还没有离开轮回，他人还在轮回当中，但是呢，他等于是离开了轮回了啊，等于是离开轮回，因为他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不会停留很长时间啊。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它不会流转很长时间，很快就会啊解脱的啊，很快就会解脱。所以我们只要有达到了这两个目标，那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有意义了，这个就叫做人生有意义啊，这就是下满人生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啊。所以大家嘛要努力。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要为什么要修菩提心的这个理由啊，就是第一个。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持戒地人天，忏悔除罪障，放生解冤结，福寿广增延。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护生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Yeah.
愿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菩萨，大家好，阿弥陀佛。好，要再继续跟各位这个讲解《圆觉经》哈。那在讲解《圆觉经》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活动，那课程呢有暂停了一段时间，那再稍微回忆《圆觉经》，我们谈到了关于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这两位大菩萨呢，在《圆觉经》里面所代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两位菩萨呢，可以说是在《圆觉经》里面啊，是整部经的总说。那从普眼菩萨呢，开始是修行次第的，从上根器、中根器乃至下根器的一个叙述，总说就是把整个解门。文殊菩萨是属于谈解门，先了解清楚的，就像我们要出国，要去哪一个地方。大概先了解到你要到哪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你要去的地方的一个地图的概念清楚。那普贤菩萨呢，是属于行门的总说。那行门总说就大概把每一个景点的特色都介绍了，只是介绍过了，但是对于整个景点的详细的内容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普贤菩萨里面非常特别地谈到，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他谈的是那么修行次第上的总说，行门的总说，就是一切的幻化。假如幻灭灭尽了，决心自然显现。这是谈普贤菩萨。但是文殊菩萨呢，一开始先让我们认知无明从哪里来。我们无始劫以来本来都具足如来智慧德性，为什么还会沦落在生死，流离生死而不得解脱？就是那一念无明。往往我们现在所对于的一念无明的认知啊，我必须先跟各位来稍微做一个分析。我们在佛教的课程当中常会谈到三途八难，所谓的地狱恶鬼畜生三途八难呢，八难基本上他所谈的八难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极苦不能修行，极苦，极乐，那个极乐不是极乐世界，极乐就是太生活太快乐了，也没办法修行，叫做长寿天。或者称为北俱卢中，就长寿天，人的生命很长，而且福报很大。你跟他讲世间是苦的，是无常的，是轮回的，他一时一刻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呢，这个太快乐的生活也没有办法修行。这是八难当中的
这个所谓的太苦不能修行，太乐不能修行。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时间跟空间上来谈。时间就是佛陀出世，佛陀来这个世间的时候，佛陀出世我入灭，佛陀入灭我们怎么样出现，就佛有佛出世我们在沉沦。